一飞川町和白川乡同样位于祈浮县。由香港直飞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之后，再租车去一飞川町，车程都只是大约一个钟左右。自驾游一次过玩尽一飞川町景点都超方便啊！一飞川町同佢个名一样，有条水源非常清澈同广阔嘅河川，因为佢清澈嘅水源造就出著名嘅美浓一飞茶。喺售卖美浓一飞茶嘅店铺 Ibichano Sato， 除咗售卖茶叶之外，隔篱仲有一间 cafe。喺呢间 cafe 度可以体验自己打茶，想体验嘅人就记得去店铺嘅 Facebook 预约时间啦。店铺里面可以享用红茶、抹茶和培茶蛋糕。除了茶叶之外，还有各式的茶杯，作为手信都非常合适。活鱼料理、万福的菜式都是以当地的天然食材制作，好像这个从华堂便当一样，由味噌大根到烧鱼、刺身等等，都尽量采用当地的时令食材。除了便当之外，还有其他菜单，不过留意翻啦，五个人或以上帮衬的话就需要提早预约啦。一飞川町的天空之茶田号称祈浮的马丘比丘，由山腰一直往山顶延伸的广阔茶田，只要由天空之游步道的山路步行大约20分钟，就可以将茶田的绝景尽收眼底，配合空气中的茶香，真是最高享受啊。米娃呀是专门提供各种西式和日式甜品的地方，好像春季限定的特大柔软士多啤梨草饼，就用了当地产的美浓粮士多啤梨。另外充满四季感的各式果子、甜品和主打的商品都非常适合做手信。去一飞川町想快捷又方便，由香港直飞名古屋之后，再租车揸去一飞川町，只需要大约一个钟车程。自驾游一次过玩尽一飞川町景点都好方便啊！